个党员，你是党员吗？我是党员。我怎么火？你听我讲，你我听你讲，你先听我讲了，你再讲。我自己开饭店，可以吧？他说我扰民，不让我干。行，我是共产党员，我听党的，听政府的，不干了。那我出个早摊卖个早点，该行吗？啊？还是城管，他连六点钟就把我的摊踢翻了，车也抢走了，啊？行，城管是土匪，他代表珠海市政府，啊，我是共产党员，我听党的，听政府的，我不干，可以了吧？那我就去捡个废品，我捡个垃圾活着，该行吧？啊，他又把我残疾代步车抢走了，啊，你没有？我上访，我你有家人吗？我孤身一人，房屋一间，司机残疾，啊，这都是被他们逼的，啊，我以前有。我开饭店之前也有，是被他们抢的一无所有了，我才没有了。什么？开饭店被抢的一无所有？啊，好好做点事。那你说你要我做啥？不要闹，吵闹没用。我没吵，我没闹，我就在那要口饭吃，我没吵没闹。啊，他把我的光荣之家都抢走了，那是中央军委发的。小声点好不好？那好好好。这里有监控录像。啊，好，好好好，嗯。别吵别吵，他连我的光荣之家都抢走了，那你这回该你说，你说吧，我应该怎么办？